这是在分跑路梯从今年的新加坡来沙港做的系统的灾后的调查，来撒港，一片人影。那个四月以来，刚好组成一个工作站嘛，来这边帮忙那些被地震震垮的无可挽留嘛。那怎么也没有想到说，我进入了这个很陌生的乡镇石冈。 会变成我生命中第一个建立家的地方。